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大制度论，我们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第一册，那么第83页，第83页上面有一个十僧，有没有说可以可供百衣结魔，有没有说戒这个半月半月诵戒结魔，然后受岁呢是这个戒腊每一年的自知日在下面有没有第67的注脚受岁也就是每年的7月15日自知日，那么等于增加一岁，那是受岁，也就等于是戒腊。戒腊受戒之后的年资啊，那百衣结魔百衣结魔有单白，有白二，有白四，有没有白三啊？没有，没有因为如果是无关大小大体的小事，要一白，对不对？再稍微大一点的话呢，就一白一结魔，那大再更大的事情呢，就是什么一白三结魔三结魔。那合起来有单白有22法，那白二有47法那白四呢有32法，总共101101，所以又叫做百衣结魔好，那这里也讲到世中十僧文僧有6500人6500，有没有菩萨僧有2种，有修僧跟什么十僧那这里的6500跟下面其实也讲到大数5000份，有没有大数5000份就是说共摩诃比丘僧共摩诃比丘僧之后呢因为这个经文第80页有没有第1叫做共摩诃比丘僧，有没有看到经文这么一短短短的，那么就解释了几页了，对不对？然后大数5000份在83页也是经文所以龙树菩萨非常详细的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来做解释所以这里有个大数5000份，有没有那但是呢我们在十僧这里又可以看到是65006500，那这个部分呢可以看一下98页第98页因为有5000比丘比丘是5000，其实余三众呢各什么500因为有500的什么比丘尼，500的优婆塞，500的优婆夷，所以合起来6500人合起来6500人，并不只有5000比丘而已因为前面是共摩诃比丘僧，有没有是5000人是5000人好，回到第83页所以这里大数5000份，有没有其实就是在讲5000比丘
好，五千比丘，但是上面写六千五百人，有没有？是不是加了比丘尼五百？啊，优婆塞五百，优婆夷五百，所以合起来是六千五百。啊，好，所以经文哈、啊、就讲大数五千份了哈、啊。那论主呢，就设问自答，说云何名大数啊？啊，就是少过少减是名为什么大数？所谓的大数就是大约了。啊，大约呢有五千份啊份。那为什么叫做份呢？因为在多众边取一，所以叫做什么份、哦、一部分啊、哦、不这个份啊、哦、所以世诸比丘呢在千万众中取一份啊、哦、那么是五千人，所以这五千人也等于是五千份啊、哦、以是故名什么五千份，五千人的意思啊、哦、好，那这是在经文啊，说大，共摩诃比丘僧有没有大数五千份啊？然后呢，皆是阿罗汉，皆是阿罗汉啊。所以第三个部分是不是就在解释阿罗汉？那这个阿本身有部啊，哈、啊，部，所以呢，阿是部，罗汉呢叫做僧啊。哦、在第八十四页的论里面、哦、的第三行有没有看到阿、哦、是不啊、哦、不生也就是无生、哦、能够证得无生啊、哦、达于无生的意思。那阿、哦、罗呢也又叫做贼啊、哦、贼，那汉呢叫做破，等于破贼、哦、破什么贼？烦恼贼，烦恼贼。所以阿罗汉也等他的那个法义啊来说的话呢，也就是因为他破了烦恼贼，所以才能够脱离生死。我们为什么会在生死中轮回？就是因为我们执着烦恼痛苦，然后生死轮回不已嘛，对不对、哦、根本上还是执着的问题啊、哦、好，那复次阿罗汉呢一切漏尽了、啊、应得啊，故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啊，因为他一切漏尽啊，因为他可以出分段生死身了 啊，可以出离分段生死身。但是阿罗汉他并还未达什么究竟啊，对不对？阿罗汉 到达这里了，这里有个特质就是出离了分段生死身，七地菩萨的圆满、哦、这个是三果、二果、初果，等于初地，然后二三四五六七，对不对？啊，他证得无生，所以叫做不生啊。但是七地菩萨为众生而怎样法忍？那这里有个特质就是出离三界了，有分段生死身就会在三界当中了哈。那出离了三界，出离三界，所以能够神通变化自在无碍，也是这里。哦、也是这样，不过出果到阿罗汉四果是不是很快？七来生死，一来生死，不来生死就不受后有、哦、但是出地到七地圆满又是一大阿僧祇劫、哦、值一样，值相当了、哦、但是量不同，主要还是量上的不同、啊哦、所以我们说阿罗汉、哦、他有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是破贼、哦、还可以破烦恼贼。第二个呢，因为他一切漏尽了、啊、我们的漏会漏在哪里啊？第七意识的杂染、哦、自我、哎、漏尽，所以他可以 不受后有、哦、不受后有、所以他值得怎样应供
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来供养。第三个呢，因为他能够怎样不生，可以证得无生啊。所以我们说从正性离生，初果是离生哦，到四果不生，无生啊，无生啊，所以这是阿罗汉的特质。好，那阿罗汉皆阿罗汉的这个经文说皆是什么阿罗汉，对不对？那第四个我们84页，诸漏已尽，有没有这些阿罗汉就因为他三界当中的三种漏都已经已尽无余啊，所以叫做漏尽了，漏已经尽了，诸漏已尽诸漏已尽。那但是阿罗汉他是不是就修到阿罗汉就停止了？其实他就停止了，除非他回小向大，是不是才可能成佛啊？不然他就是证得无生之后呢，他就脱离生死啊。所以我们说他这个不够究竟也在这儿哈，他是如果没有回小向大，也不可能成佛哈。不过他可以解除自己本身的什么生死啊。可以脱离生死了，其实 他是可以脱离生死的，主要就是第七意识了。第七意识如果七地菩萨是完全的出清转染成净，但是阿罗汉呢，他是把那个第七意识的那个杂染给扶住了，所以他也可以不再来不再来分断生死身，但是他的那个再上去的那个变异生死身并没有解决并没有解决的那这里的诸漏已尽指的是三界中的漏啊，有欲漏有漏到这个无有漏无明漏啊，无明漏。好，那接下来呢？也因为诸漏已尽，所以他怎样，他们就无复烦恼，无复烦恼不再烦恼，因为没有执着就不会有烦恼，没有烦恼也就不会就会怎样脱离生死能够脱离生死。所以他一切劫使流受恶福盖见禅等那么断除故名什么无烦恼那这里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第72的注脚有没有以三界用这个流来讲的话，是欲流有流见流到无明流那刚才的三漏也是什么欲漏有漏无明漏了那也等于说这个在无色界的这个来讲的话，这里用见那这里讲到这个恶有四恶，也是欲恶有恶，有没有见恶无明恶，其实就等于讲的这四流的意思一样所以如说恶如说流恶亦如是，有没有，是不是就相当于恶只不过他们的体无有意啊，在体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呢在甚深的法义来讲是 有一些差别也就是说这个流呢是漂流在生死苦海当中，而这个细恶呢有细的特质恶其实流等于是在漂嘛漂流在生死中的流，那恶的话呢是系缚在什么生死之中的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众生为流所飘，有没有，为恶所系。这个恶很像我们说牛车牛车前面要有牛拉着车，那车牛那个什么它这个会绑上牛恶，有没有是因为有是牛拖着恶，然后恶牵着车子而走嘛所以这里说为恶所系，等于是负什么生死车，那流的话飘什么生死流，对不对
飘生死流，而这个恶，恶就如同什么生死车一样啊。所以如牛以什么以饮戏恶殃啊，哦，等于是那个牛恶啊，拉着车子，啊，拉着车子走的，那所以就如同负的什么生死车，哦，所以以流跟恶有它的相同之处，同样都在生死当中，但是啊，在甚深的法义上还是有一些的差别了哈。那总说其实都是被我们的什么执着所怎样束缚住了啊，所束缚。所以呢，我们再回头看上面的哈，所以是透过结始啊，结始也算是什么这个啊，有三结了，有十始了，或九始啊，有种种的始，这些都是烦恼的异名啊啊，所以会这个漂流在生死当中啊，会能够有所受。那么就会在生死流里头，所以我们说这个如何脱离生死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是怎样，是不落二边啊，没有苦受乐受啊，是不是啊？所以佛陀成道的第一句话就讲不苦不乐之什么中道行啊，啊，所以这个受也是，也因为有受让我们这个漂流在生死苦海当中，哦，那恶也是哈，是一种戏服，是一种车的哈，生死车的那种戏服啊，哦，所以它也是一种束缚乃至五盖哈的这种盖缠等，都叫做什么烦恼啊，烦恼，好，哦，那因为断了就为什么会断，是因为无烦恼才断，那有烦恼是不是都是被这些所束缚住的哈？好，所以呢这些菩萨这些摩诃哈，等于是共摩诃比丘僧嘛，对不对哈？那么大数是五千人，皆是阿罗汉，对不对？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哈。然后呢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啊，那这里就问说什么叫做好解脱啊？所以呢论主就回答说哈，啊，自答啊，设问而自答说，一切障法能够得解脱名为什么好解脱，好解脱啊，也就是外道离欲人啊。外道其实也很早就在研究如何脱离生死啊，那他们会认为啊是要透过离欲的，而且是一处一道心得解脱啊，就是他们是一个一个一个来的。我们一般世间法哈，因为透过现象都会觉得是一个一个一个来，比方说如果我们在七八两世里面哦，这个记录了很多恶因缘，恶的因恶的缘，那如何消除呢？我们一般会以为是一个一个一个消，因为会从相来想象，哦，那实际上哈，我常因为从一个譬喻里头去感受到，当傍晚，哦，天色暗下来，气温降低了，开始结露水，对不对？开始结露水，所有露水是怎样？是一颗结完再结一颗，一颗结完再结一颗吗？还是大家一起结？其实是一起结的。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出来了就开始蒸发，哦，是一颗蒸发完再一颗，还是一起蒸发？其实是一起的，哦，是一起的，其实是一起的，哦，那所以它是一种特性的，哦，它是周遍的，不是一个一个一个来，所以关键就会在我们第七意识的杂染，如果能够转染成净，它是一起的，哦，比方在下面是不是种了很多的因啊，在缘上能够转，那在缘上如何转，是透过我们的第六意识教，哎，啊，教我们的第七意识，我们一直以为有以为有啊，而且都以自我为主，那第六意识就要跟第七意识讲说，其实是性空的，是性空的，哦，不是有的，
才有可能哈，因为那个所谓的法性的这个部分呢，它是通彻一切的，而不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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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是啊，嗯，那所以这里就讲到外道嘛，他会觉得一处一道来心得解脱，啊，因为我们以凡夫的经验，是不是都是现象上的，都会觉得是一个一个一个来，啊，我们这个种下了很多的恶因而。恶因缘，所以会有很多的业障，我们以为业障是一个一个消一个一个消，其实不是的、哦、那所以佛法佛陀会告诉我们，其实是可以周遍性的去转染成净的、哦、所以一般外道就会觉得不是在一切障法当中得到解脱的，但是佛陀是不是告诉我们是一切障法，所以都告诉我们很多这种这个原大原则性的事情，有没有大原则，在大原则的这个执着，也就是什么自性妄执啊。我们的自性妄执是通彻一切的、哦、我们的根源其实是从自性妄执来的嘛，自性妄执是不是通彻一切啊，我们对所有的执着终究的来，也不是最小最小的，就是根本上就叫做自性妄执嘛，因为我们执着单一不变实有的主宰性，那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性的，这个部分是佛陀告诉我们不存在，这也是第六意识听经闻法之后，其实是在说服我们的第七意识哦，啊，让第七意识有机会转染成净，当然我们的第六意识要怎样，要善念多过于恶念，对不对，要善念要多过于恶念，所以其实是透过大原则性的，所以像菩萨道他用的是性空啊，哦，菩萨道上他种的是性空，对不对，哦，五这个六度万恨嘛，五度如盲是不是般若为导啊，哎，其实是透过性空而看待如何的持戒忍辱，哦，这个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嘛，是不是都要有般若无所住而怎样生其心，只要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它是不是通彻一切啊，那个就是我们一切法的障碍嘛、哦、好，那所以呢菩萨道上我们就可以、哦、因为成佛陀是透过菩萨道而成佛的、哦、好，那因为这样子来讲的话，所以呢阿罗汉名为什么好得解脱，心得解脱，慧得解脱，得好解脱了哦、的这个心得解脱是什么呢，是定慧具足叫做心得解脱，慧得解脱、哦、是智慧上的，我们说解脱有解脱慧解脱阿罗汉，还有具解脱阿罗汉、哦、不仅慧，关键是慧哦，但是如果有定、哦、去辅助慧的话，那会更加的稳固、哦、更加的彻底啊、哦，所以呢，是透过戒定慧三学，是不是也才能够得到解脱啊？哦，那这个叫做好解脱了哈、哦，是透过一切障法，哦，那么跟不同于什么这个外道的方式，好、哦，好，所以呢，第二个哈、哦，这个好解脱哈、哦，也就是说它的关键是针对一切法。哦、如果有障碍的部分是不是要去解除它、哦、要去超越它、哦、是一切法的观念、哦、一切法，第二个呢是透过见地道到思维道得解脱，名为什么好解脱、哦、所以呢这个从 见地道到什么思维道，也就是修道、哦、修道上的、哦，那这个叫做好解脱，好、哦、见地，所以在这里这是见惑，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消除见惑，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修惑，所以叫做修到位啊，见我们用般若，其实我们用般若道
就是在对治我们的什么贱货、哦、这个能够消除了、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会有贱货啊？叫做三劫啊，这是贱货的消除、哦、尤其是什么身贱，什么还有疑，还有借进取，最困难是不是就是这个？哦，因为我们有见货，我们的思想上、哦、我们的那个见解上错误，以为有我有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要用性空来对治我们的我。那是不是越无我越上去啊？还是越有我越上去？对。无我才能上去，有我是不是就会下去啊？越有我会越往下掉，越无我越往上。啊，这个无我是因为认清楚我是性空的，不是只有相有。我确实是相有，但是我的相有是不是透过性空来的？性空与相有是不怎样，空不爱有啊，对不对？我是相有的，我是相有变化的我。是不是像有差别的我啊？哦，早上的我跟现在的我嘞？哦，不是我们的肉眼所见的，是不是也是？哎，想一想，哦，确实是老化的我，是不是又老了半天的我？哎，肉眼看不见哦，但是我们的见解上能不能理解啊？是透过因缘来理解的，透过了因缘来理解，所以。我们第一大欧生奇劫其实是在对治我们的贱货、啊、第二大跟第三大其实在针对我们的什么修货，修货它是思维的、哦、也是思货、嗯、而且它是什么，它属于意志型的，所以我们说叫做爱跟什么贱。见与爱、啊、这段的更难、哦、在理论上先要通达、哦、贪嗔痴不好，但是要真的贪嗔痴要消弭到一个程度是到这里，但是要彻底的消除是到这里、哦、尤其在贪上面还有不仅是欲贪，还有色贪跟什么无色贪呢、哦，所以理论上要先通达、哦、它是属于历史、哦、那但是呢实际上在修道上是顿的，是点滴的去验证的，是慢慢的把杂染的部分怎样转染成净了、哦、来转染成净了、哦、所以呢、第84页、哦、这里会有二道，第一个叫做见地道跟什么思维道、哦、以是故名心得好解脱，好解脱、哦、所以这个好解脱跟非好解脱、哦、何谓非好解脱呢？就是说还有禅的解使、哦、这里说学人心虽得解脱，非什么好解脱啊，并还没有，还不够彻底、哦、在过程当中其实都还是非好解脱了、哦、要到验证到某个果位上、哦、尤其到成佛，那当然是究竟的好解脱、哦、是彻底的、哦、是彻底的。那为什么非好解脱呢？是因为有残，有残余的结识，所以光是哦、断三劫还不够，还要断到十劫、哦、这个五顺下分劫，五顺上分劫都还要慢慢慢慢的 去断除、哦、所以呢非好解脱就是断的还不够、哦、有残余的什么劫使、哦、好，那第85页呢第三、哦、第三来讲的话，也就是在于一切助道法、哦、要满，要能够满才名为什么好解脱、哦、好解脱。
哦，那么也就是说，诸外道等呢，住道法上是不满的。哦，就算他行一个功德，或是行二功德呢，求道不能得啊，因为不满的缘故。哦，那要如何能满啊？那就会是一个比较这个大的关键了哈。所以这里就讲嘛哈，如果有人就如同有人布施啊而求清净，有的人布施是想要求得清净啊，但是有人呢杞人忧天啊，那言说能够脱忧衰，能得什么常乐国中哈、啊，到国常乐的这个极乐净土来出生的话，那么就说必须要有八个清净道啊。要八种清净道哈，第一个呢要有自觉的能力，啊，也就是要有宿世善根的什么萌发，啊，能够自觉，啊，那不仅自觉，还要透过听闻佛法，有没有闻，然后读经，啊，听闻佛法学习嘛哈，然后还要懂得内苦，啊。就说要怖畏什么内苦啊？那这个内苦呢，指的是身心的苦，我们自身的苦啊。还要第五个呢，还要畏什么大众生苦啊？那是外苦啊。那这个外苦包括了啊，在注脚的第七十六有没有啊？第七十六的第四行，外苦呢，就是世人，啊，就是人际关系了，人际关系。内苦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身心都属于内苦啊，啊，那外苦呢，就包括人际关系，还有就是禽兽啊，有的会被狗咬到，对不对？也是一种外苦，哎，啊，或者毒蛇，啊，碰到毒蛇了，或者。外在的这个大环境山崩地裂啊，所生的苦，这个叫做外苦啊。还有一个叫做依天啊，为什么天苦啊？那天苦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大环境啊，那个什么气候啊，有寒热、风雨啊、雷霆等等，这个是天苦啊，天苦。要畏天苦，哦，所以也就是说，有的人，哦，比方他富贵修道难，哦，也是因为 他感受的苦不多，比较少，但是也不可能都没有，哦，那所以呢他 不觉得、哦，所以不懂的反而就是 不会去恐惧害怕，也因为我们恐惧害怕，其实我们才想要修行，对不对？哦，如何的去避免嘛，哦，去消除啊，哦，那可以透过修行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畏的，有时候我们的不畏，当然有的是透过修行的不畏，那当然是，哦，像菩萨道上，哦，这个可以施无畏嘛。但是有的是无知而无畏啊，哦，那就不见得好。哎，所以以前 好久以前、哦，这个在讲地藏经，哦，讲到地藏地狱道里面的种种的恐惧害怕，就是说那种众生受到地狱之苦，那是苦到实在没办法说的，就一位老菩萨就害怕起来了，他就说师父要如何避免地狱之苦啊，对不对？这样子修行是不是有希望啊？如果讲到这么恐怖，我们都还不害怕，我掉进去就掉进去，要受苦就来受苦，那是一种无知的，啊，不懂得害怕，不懂得害怕，所以我们说也是要畏啊，啊，要害怕才会懂得要怎么样去避免，啊，不是逃避哦，如何去避免，啊，因为我们离不开内苦、外苦跟什么天苦嘛，啊。那也要得到什么好的善知识，哦，还有呢就是大布施、哦，能够尽可能的舍，哦，我们这个一般的布施还是小布施，都还是外财的，内财是大布施，对不对？捐血还好，到捐髓是不是就开始考虑了，哦，到捐器官我更考虑，哦，捐大体是不是更不容易啊，
那是一种大布施呢。哦，那是很大的布施，那是真的要慢慢的无我才可能。如果我们太重视自己的话，是不是就很难了？那也因为透过自我的执着慢慢的降低，才叫做清净啊。不然我们都与生俱来，是不是都具有很大就是聚着杂染而来，才会来啊，才能够才会入娑婆嘛，才会有这个父母生身呢、也才有父母生身哦。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父自有外道，但不施持戒说清净啊。就说有的只是透过布施跟持戒来说，有的是透过布施跟禅定来说。有的是透过布施跟智慧来说清净，其实这样子来讲，它这个叫做什么？种种道不具足啊，是不是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啊？在菩萨道上，是不是叫六度万恒？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六度万恒哦。所以要一切住道法要满了，就不能是少部分的，少少的哈，两种道就行，那是不够的。那所以呢，若无功德或者少功德来说清净的话，虽然只是一处的心得解脱，那不名为什么好解脱。所谓的好解脱呢，起码能够达于什么涅槃道。但是光是涅槃道，光是证得涅槃，是不是还是不够啊？菩萨道还要把那涅槃的量是不是再去扩充啊，到尽虚空界。到尽虚空界，所以光是涅槃道呢，还是不满呢，还是不满足故哦，所以呢，说无功德的人是不能渡的，没办法渡脱生老病死的大海，少功德还是渡不了，要什么？要满功德，是不是才渡得了啊？要六度万恒啊，所以呢，要善行道法佛所说啊。所以呢，这个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不止戒定慧三学。当然戒定慧三学可以提供个人的解脱，但是真正的好解脱其实是要到菩萨道，到成佛的圆满。所以要善行道法佛所说，它必须要是满的。所以呢，在这里就举了须跋陀梵志经，说须跋陀梵志，他是一个老修行者，已经120岁，他这个获得五神通，因为他没学佛，所以没有漏尽通，少了六通，少了什么漏尽通啊，这个五通是共所有外道嘛，那阿那跋达多池边，他在这个池边当中，住在那个池边。有一天夜里梦到一切人呢都失眠了，而且呢这个裸形，他在黑暗当中呢就站在那个地方，他感受到那个太阳掉下来了，大地裂开来，大海水也枯竭了，大风起吹了须弥山。连须弥山都破散了，所以他醒过来，他就觉得很恐怖啊，就思维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是不是我的命即将要结束了呢？或者天地主呢？天地主，等于是因为外道会觉得，天地当中是有一个万能的主嘛，他是不是即将也是要堕落，这个要消失了呢？所以他犹豫而不能了，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噩梦。那先是呢，有一位善知识天呢，就从上来，从上而下来，就对这个须跋陀讲说：“汝莫恐怖啊，你不要害怕啊。其实呢，有一位一切智人呢，就是佛陀，那个后夜半呢。”当入无余涅槃了，确实是有那种这个大的圣者了，叫做一切智人，也就是佛陀，他后半夜呢即将就会入灭了，入无余涅槃。是故汝梦呢不为汝身啊，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是不是一位大圣者即将入灭了，所以你才会梦到这样子的事儿？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须跋陀第二天就到那个居于那杰罗杰国的树林当中了，因为佛陀就说他要到居士那罗那里去，怎样双树兼入涅槃嘛。所以你看，佛陀用双树就是在讲中道不二的意思啊。那在那里呢，就看到阿难在经行啊，他就对阿难讲说：“我听闻汝师啊说新涅槃道啊，因为跟外道所说的不一样，所以他说是新的涅槃道。而且呢，今天的半夜就当取灭度了啊，即将要入灭了。但是我心里头有疑问啊，想要见佛陀来解决我的什么疑问啊，解决我的疑问了。”阿难就告诉他说。哎呀，我们的世尊呢？这个时候正是他最疲惫的时候，因为他即将要怎样入灭了嘛汝若难问你如果来问来请教他问题呢，其实是会扰扰世尊的了不忍心扰扰世尊，所以他就一再的怎样能去拒绝但是呢，须跋陀如是的重请这个初请、二请、三请啊。阿难呢，答如都还是如如不动，还是不让他见佛陀，但是佛陀呢，远远的听闻到就告诉阿难说，就告诉他说，听须跋陀梵志来遣啊，你把他带到我面前来吧，由他自在问难来难问因为他是我最后的一位弟子我必须要与他共谈。最后得到的弟子了，等于度完这位弟子，佛陀就怎样，就即将入灭了，其实佛陀在等他呢，所以这个时候须跋陀能够得见到，能够往来看到佛陀，就非常的欢喜所以他问讯世尊之后呢，就在一边坐下来，然后就请问佛陀说，诸外道辈啊。外道呢，主要都是舍恩爱跟财宝来出家，但是呢，都皆不得道啊。那他看到好像只有什么瞿昙沙门得道，也就是佛陀您这里能够得道所以呢，如是念等于念完之后呢，他就又问佛陀说像这样子的阎浮提地呀。我们在这阎浮提当中呢，有60外道嘛，有60辈的这些，他们也认为是圣者也是智者他们都个别自己是不是都称他自己就是一切智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到底是真的吗？那佛陀呢就用偈来回答说我年19那其实这里应该要改成什么29因为佛陀这个佛陀29岁，这个等于成道，不，29岁这个苦恨嘛那35岁成道，说法45年，所以如果是从他的这个出家来讲的话，是29岁，29岁出家学佛道，出家以来。以佛陀来说的话，从29岁到他即将入灭，是不是将近80岁了？所以呢，已过什么50年了？50岁，那这个佛陀这四五十年当中呢，其实都是透过境界，还有禅，还有什么智慧，是不是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戒定慧三学，那外道无一分啊。其实外道他并不重视这样，不是透过这样子的修行方式甚至连一点点也没有，那如何能够得一切智啊？因为还是要透过智慧，是不是才能够得到这个一切智啊？那外道并没有啊，所以他们哪里有一切智？而外道他是不是都讲说我是一切智人啊？那佛陀在这个50年间呢？也是透过八正道的，如果没有八正道的话呢，世中无第一果、第二果、第三、第四果嘛。也就是说，佛陀一样，
这个成佛其实还是透过凡夫行八正道，是不是才能够证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佛陀就对须跋陀说：“是我法中有八正道啊，也因为有八正道，所以才会有第一道果、第二、第三、第四道果嘛。那其他的外道有吗？没有哎，他们是无道、无果、无沙门、无婆罗门的。”因为他们不是透过八正道的修行方式了，所以呢，如是我大众中呢，十座狮子吼啊，在佛陀来说的话呢，才是真正的在做狮子吼的。那是不是也等于说，让须跋陀知道说外道所说的其实并不正确啊，不正确，因为唯有透过三学八正道。才能够怎样证得涅槃嘛？这是一定的一个次第的如果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须跋陀梵志听闻了佛陀说的法就当时就立刻就得了什么阿罗汉道所以他就思维说我不应该在佛后来播涅槃他要入灭，他是不是要抢在佛陀入灭之前入灭，因为很多的阿罗汉是不是都这样子啊？所以他如是思维完毕之后，就在佛陀面前结跏趺坐自以神力身中就出火烧身而取灭度了因为他们就自在无碍了，自在无碍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佛陀就讲嘛，如果没有功德或者少少的功德。或者是住道法上的不够具足圆满，那么皆不得度啊，是不那个力量是不足的其实是不足的所以呢，佛陀说一切功德要具足的缘故，才能够怎样，才能够度弟子的，就如同如果是小药师他只有一种药两种药，是不是不够不具足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怎样治大病重病大药师辈呢，因为他具足重要，所以他是不是都能够治所有一切病啊，他才有能力嘛才有能力的好，所以呢，这个是要一切法一切住道法满，才名为什么好解脱才是好解脱。那非好解脱呢，就是他的那个什么这些不足一切住道法上面呢不足的话，就非好解脱咯好，那接下来这里就有因论生论，这是不是更深入就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再去深入的想那离爱染心得解脱的原因呢所以呢，这里就问说，若一切三界呢烦恼离故呢，心得解脱，就因为离了三界的烦恼，所以心能够得解脱但是佛陀何以故佛陀说染爱离心得解脱，只要离了爱染，心就能够解脱那论主就回答说，爱能系蔽心啊，其实爱是最大的力量来系蔽我们的心啊，所以以是也因为这样子而故说这个就说爱断，如果爱断愚则断啊这里不说这里的那个标点符号我觉得有点不对不说愚烦恼，然后把那个引号放到后面，爱断愚则断，知道吗？就是说佛陀所说的是爱，而不说于烦恼，因为关键是什么？爱关键是爱啊，于烦恼如果爱断了，于烦恼则断了，这样懂吗？所以这里说不说于烦恼了，这样看懂吗？爱断愚则断，
这是一句不说于烦恼，不然的话会正好相反呢、啊。前面说的是什么？说爱。前面那段是在说爱，而不说于烦恼，这样懂吗？为什么？因为爱断，愚则断。后面下面就会讲，这个是主，这是臣，或者叫将啊。擒贼是不是要擒王啊？爱是王。这里我看了好久，佛所说的是什么？爱啊，以是故说，有没有？爱能系蔽心，爱是大力的，而不说什么于烦恼，因为于烦恼是什么？小的，是爱断，愚则断，有没有？所以下面有一个譬喻说，复次若人言王来啊，说王来了，是不是一定有将来从？爱染亦如是啊，爱染是王哦，哦，那就好像捉金一头，鱼则什么进水嘛，哦，擒贼是不是要擒王啊？哦，擒了王，那些贼是不是就跟着来？王贼哈、哦，那个贼王了。爱染亦如是啊，爱断则知什么于烦恼皆已断啊，这样看懂吧？关键是爱。鱼其实都是从爱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见惑跟什么爱，见爱是我们最大的，让我们轮回在生死里面的主力啊。尤其是爱，爱更难，见还见是第一道升起劫去处理的呀。啊，爱反而更难。那如果爱能够断，是不是鱼就断了，其余都断了？啊。好，那我们今这堂课先讲到这里哈，阿弥陀佛。